打我！抓我干什么？别打！你抓我干什么？你抓我干什么？你不在动啊？他堵死队啊！好，好，我假如你是在这里，我们站在这里做你们同志，不是？好，别着急。哟，现在怎么又敏了？又敏了！他咋了？大山你了！大山你了！打人了！打人了！大山你了！大山你了！助纣为虐，助纣为虐，怎么办法？他们这群人就是在、是在助纣为虐吧，是吧？快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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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广东话一定要记这个字，每天这个字。消防通道不能堵，法律。二零二零八月十五日。没事，那边也快了，那边也快了，那边也没进来。一米达跑了，一米达也打开了。开始了，干嘛呀？啊，一百了，现在不管你了。快，哎，到我来，哎，要不然不能拿锅头去。嘛是嘛，不是我们讲的，我们中国占领了嘛，要占领了。不对的，太吓人了。
走。